尊敬的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着看《三字经》接下来的经句礼乐射，御书数，此六艺，今不惧。这一句经句提到呢，我们古代的六艺读书人都要学习礼指的不单是礼仪而已整个礼的教化的部分乐包含音乐舞蹈一切呢这个乐理甚至延伸到呢一些艺术都属于乐教。射呢当然呢不能单指射箭而已应该指的是整个武术包含练武当中的音乐都在其中。御这里指的是驾车的技能。我想延伸开来呢应该是服务他人的能力。这是御。书可能我们看到这个字会联想到书法。而孔子那个时代毛笔还没有发明。所以这个书应该指的文字文章文学这一类的。术包含算术包含这个阴阳都在里头。而这六艺今不惧呢是章太炎先生他增补的三字经经文感叹呢这些六艺的学习我们现代呢非常缺乏了。而在弟子规当中引用了孔子的一段教诲为纲就是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等于是我们在道德方面呢孝悌谨信爱众亲仁这些就是非常重要。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个学文呢包含学经典包含学像六艺。而这个行有余力在蜀中的大儒张南轩先生他对于这个行有余力的一个解释是强调到呢前面这些德目是德行的根本。假如我们这个根本没有扎好然后就学习这些其他的典籍包含六艺这些才能
那就变成了没有根本的才艺了，技艺了。哦，那没有根的技艺啊，可能啊就会比较长浮华。哦，就像我们在现前的社会看到很多孩子，哎，他也学不少，哎，乐器啊、才艺这一类的。但是，假如对于啊孝悌谨信爱众亲仁这些德行都没有去深入，没有下过功夫，他就学很多的才艺啊，可能会延伸出孩子呢比较骄傲啊、傲慢这些现象啊。所以《弟子规》才提醒：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哦，因为只要傲慢起来了，成不了真正的利益社会的人才了。哦，所以《弟子规》这一句呢，我们在用《论语》当中啊孔子的教导，印象就会很深刻了。哦，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哇，那他的才能跟周公一样的水平啊，办事也很会办哦，使骄且令，他骄傲而且还吝啬啊，其余不足观也已啊，就是他有这么高的才能，只要他德行不稳定啊，德行不稳健，有傲慢，又有吝啬啊，那这些习气呀，假如真的让他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那就非常危险了啊，他会瞧不起人呢啊，他吝啬了，他会比较想自己啊，那他想自己要保留这个位置啊，他的利益啊，他就有可能去嫉妒他人啊。所以《大学》里面就提到，真正好的人才啊，若有一介臣啊，断断兮无他计啊，其心修修焉，其独有容焉。人之有计啊，若己有之。就他的才能不是说要非常高，但是呢，他度量大啊，懂得欣赏、佩服他人，那这样是可用的人才啊。但是假如他的心量呢小，容易嫉妒人啊，跟人计较，那他很可能就变成像历史当中哦造成安史之乱的李林甫，那才华很高啊，唐玄宗觉得把事交给他，他很放心啊，他种种这些社会制度的改革啊，军事的改革，他都给他做的挺仔细的啊，也挺有这种规划能力的。但是你看，心胸狭隘、傲慢、嫉妒，最后呢，所有这些忠臣通通被他害啊，被他贬啊，所以成语有一句叫"口蜜腹剑"，大
他在笑里藏刀啊，很奸诈，就是讲李林甫。哦，那把整个唐朝啊，从盛世搞到啊几乎亡国的安史之乱。哦，所以大儒张南轩呢，强调呢，没有根本，没有德行的根本，学六艺啊，那只是学一些技艺，甚至于会影响他的德恨，因为他没有基础了，学的这一些才艺，可能变成他起这些傲慢嫉妒的真上缘了。所以我们得时时很慎重了，德者本也，要护念好德行，护念好他的善心。佛门讲呢，善心所有11啊，恶心所有26。所以人在处在这个世间，假如没有像孟母三迁这种精神，有父母护念，有老师护念，把他的德行的根呢，扎得很深，能够立得住世间这些五欲六尘的诱惑。假如不能扎到这个程度啊，确实我们看到处在这个世间呢，不进则退呀。确实大部分的人他的灵性啊是在堕落的。所以总在遇缘不同啊。他得有好的父母老师，好的团体来护念他。这是这一生的重要性啊。而我们娑婆界退缘太多了，释迦牟尼佛一直劝我们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呢，到了就缘正三不退了，不会退步了。位不退，行不退啊，念不退。六尘都在说法，你所有的同学都是诸大菩萨、诸上善人，老师又是阿弥陀佛。所以真的明白西方一正庄严的殊胜呢，我们时时啊不要忘了人生最终的目标啊，要净土为归啊。而且呢，我们要到西方去啊，对这个世间不能有贪恋的。贪恋世间一根草都不能往生。我们今天走弘扬正法、弘扬汉学的路，这是我们一个法缘，积功累德的法缘。但是呢，可不能在走这条路过程对世间五欲六尘呢有所贪求，那我们就不是积功德了，只是修福报而已了。只要有贪求啊，出不了六道，又得要搞轮回了。所以师长讲啊，我们这一生往生啊，弘扬汉学传统文化，生生世世都能做。这一生不往生呢，弘扬传统文化，只能呢做一辈子而已。而且实在讲啊，我们假如对世间还有贪求啊，做传统文化也不圆满，甚至啊还会有流弊出现，甚至呢，慧真大人送给唐太宗的
八个字：米不有出，显客有终啊！啊，每一个励精图治的君王，他一开始志向远大，也很勇猛精进，但能不能保持到终了？啊，老祖宗留了一句话给我们：盖棺论定。啊，范仲淹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终其一生都是啊，战战兢兢、不松懈的。但是能这么下功夫的圣哲人，毕竟少数啊。哦，发心容易啊，恒心难呐。啊，佛门有一句话提醒我们：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二年，佛在天边；学佛三年，佛化云烟。哦，那我们可不能学成这个样子，不能做这样的弟子啊！啊，所以佛门说，初发心，成佛有余啊。一开始那种勇猛，只要能保持下去啊，这一生决定可以成就。所以为什么显客有终？很少人能够保持到终了。啊，我们就举唐朝唐玄宗，开元之治是他成就的，安史之乱也是他后来中晚年怠于朝政，荒废朝政，又用了奸臣李林甫、杨国忠，才赶来这么大的战乱。所以他当初一登基的那一份励精图治啊，没有能够保持，最后还是享乐啊、安逸啊。哦，世间的对于财色名食这些欲望啊起来了。哎，所以师长老人家刚刚讲到的，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句，做传统文化，只要不求生净土，只能做一辈子。而且这一辈子是不是能够做得圆满，打一个问号哦。哦，很多人刚开始出来做，利众的心很强，哎，慢慢得到赞叹，慢慢别人很照顾，福报现前，就容易染浊了。一开始无求的心呢，啊，讲学不辞劳苦，不求报酬，哎，慢慢的，哎，也强调啊要多少报酬了，哎，啊，所以啊，人有时候啊染浊堕落啊，都在不知不觉当中啊，所以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啊，才能不染浊。啊，我们看李炳南老师，他训练的学生出去讲学，啊，连水都自己带啊，所以这个精神我们要能体会啊。不给人添一点麻烦，啊，当然，啊，假如主人非常坚持在人情上，啊，我们也可以推不掉的时候啊，喝一杯热茶，啊，总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这个表法我们要体会到，啊，就不占人家，不添人家一点便宜，为什么？感恩啊，人家让我们去习讲，让我们可以学习
可以成长，这都是护持我们的弘法的事业，这些都是恩德啊！哎，啊，所以常存这个感恩的心，不给人家添麻烦啊。那对自己来讲，啊，就是时时啊，都是体恤到别人啊，时时呢。都不能去要求别人要给我什么，这个才能对治贪呢、啊。啊、哦，从一开始做这件事，就是没有任何所求，到一生亦如此，这个才能到最后是功德圆满。像聂正涛教授啊，聂老啊，他这么多年来讲学，在国内，在海外啊，他到联合国去过啊，啊，在日本、韩国啊、台湾、东南亚这些地方，他都有去讲学，2000多场。他也是分文不取，哦，所以这些也是我们现代很好的榜样，哦，像师长老人家弘法一生，啊，包含所有的法宝都是免费啊供养给大众，哎，啊，所以我们走这条路啊。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然后呢，所有的恩德啊，我们要放在心上。而上一次呢，师长啊，在英国汉学院的时候啊，有讲到。大学里的知子啊，是止于至善，哎，他知道这个人生目标了，而能够更具体的止于求生极乐世界，哎，那老人家这个指导啊，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五欲六尘的诱惑，不知道比100年前的社会多多少倍啊！太容易贪恋染着，所以这个时候，假如不止于西方极乐世界，真的那种贪欲的增长。很快啊，哦，我们也看到啊，很多哎出来讲学弘法的人啊，在五欲面前呢，忍不住。我们看在眼里，都会感叹呢，啊，一失足成，千古恨呢。所以师长这一个知止啊，止于脱离六道轮回，求生净土，这样能让人对五欲六尘的贪求啊，能止得住，这一生什么都不求了，知止而后有定啊，定在求生净土的目标。定在积功累德，活一天，为正法、为众生做一天，啊，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不留恋世间，不懊恼过去，不贪求未来，啊，定而后能静，这心静得下来，啊，能安得下来啊，
心能静能安呢、啊，遇到事情啊，不会有很多妄想、杂念、恐惧。那很多恐惧都是害怕、担忧未来，你都不会有这些担心了、烦恼了。啊，甚至相信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了。啊，心能静能安，遇到什么事都能够啊以经教来思维，啊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你遇到事情就能思维得到怎么应对的好态度、好方法。好、哦，好，啊、哦，古人留下的这些话，确实是慈悲，啊，是对我们的护念，啊，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希望我们发愿学圣学贤呢、啊。不要学成没有根本、哦、不要这个学成呢、啊、像无根的花一样好看几天呢，最后呢还是凋谢、哦、还是发臭了、啊、所以本来要学圣学贤、啊、最后学成呢染着在五欲六尘呢，那就耽搁了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东土难生的一生了。哦，哦，所以这些都是过来人呢、啊、给我们的叮咛。接着经句讲呢，为书学人共尊，有古文大小传，好，为书学人共尊，记四字讲说文，有古文大小传，隶草记不可乱。太严先生呢，这里讲到唯有这个书学，这里的书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啊，是文字学啊，学习文字学，人共尊呢 啊说共同遵守啊的一个应该的学习，应该要学习的啊，记四字啊，能够识字了啊，讲说文啊，这个说文呢就是指说文解字，好，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六艺呀、啊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啊，现在的人有下功夫学习的相当少了。哦，尤其这个书学方面呢，我们要深入文化啊，对文字啊，对文言文呢、啊，都要下一番功夫啊。有了这个工具啊，我们才好深入经藏啊，所以要。讲说文，啊，接着讲呢，
有古文大小传，这是讲到啊，篆书呢有分大篆、小篆。大篆呢是周朝时候啊形成的，啊，又称为啊纣文，啊，就是石鼓文。小篆呢是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啊，希望呢能够车同轨，书同文，啊，所以宰相李斯建议秦始皇创造了小篆的文字，啊，啊，所以小篆也称为秦篆，啊，秦国时代发明的。啊，历朝纪啊不可乱，这是讲到呢另外两个字体，啊，就是隶书跟草书，啊，这个隶书啊是秦朝的陈邈发明的，啊，所以隶书啊，啊，也有称作呢陈邈隶，啊，这是小篆之后呢有发明了隶书，啊，接着在东汉呢有形成这个草书，啊，是汉章帝啊时候发明的，啊，他也是在隶书的基础上呢发明了草书，啊，所以这是四种文字，啊，四种啊字体，啊，都有它们的特点，啊。接着经文讲到啊，若广学，具其繁，但略说，能知源。好，那太炎先生他本身是很了不起的文字学专家，他在1923年啊于上海啊有一场演讲，啊，谈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国学，啊，后来他的学生呢，啊，把它整理成小册子，啊，而太炎先生有讲到啊，中国的学问啊，从宋代到清代，大分成啊三个部分啊，义理啊、辞章，还有考据。那这三个的顺序啊，义理排在前面。啊，主要是学问里面呢，研究经典的微言大义呀，啊，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因为这些微言大义才能指导我们做圣做贤，指导我们敦伦敬分。那辞章啊，指的是文章啊，诗词歌赋，这些都属于辞章。而辞章之学啊，主要是用来讲述，用来传播经典啊。那当然，辞章啊也不可以轻视啊。我们看很多这些在《古文观止》啊，这些千古文章啊，他也把很多这些五伦十义啊，透过很好的文章啊，把它传承下来。好，第三呢，考据就是指我们
所说的文字、音韵、训诂这一些内容啊，甚至还包含文献学、教刊学啊，这些都在考据的范畴之内啊，这些啊是属于做文章的工具，还是不可少啊。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这工具还是要会啊，才能深入经典。好，那太炎先生讲到这三大块呀，也是强调义理最重要。那考据呢，是做文章的工具，不能够不掌握。因为中国的文章很多都在三国之前啊，这些文章啊有很多是通假字、异体字啊，所以在南北朝的时候啊，都还没有完全规范啊，所以呢，假如不懂得文字啊，不懂得音韵，怕有时候会看不懂古书啊，往往容易啊出错了啊。所以太炎先生说啊，这个是要认识的啊。但是呢，假如若广学啊，聚其繁啊，但略说啊，能知源啊，就是知其大概呀、啊整个文字的源流啊都清楚啊，这个六书造注造字啊，这些基本都很了解啊。至于呢，除非你发心啊一辈子专门研究文字方面啊，那可以下得更深的功夫。好，好，啊，所以是但略说啊，能知源啊，这样可以。好，我们接着看接下来的经句啊，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我们看这个训蒙啊，这个蒙是易经的蒙卦啊，指草出生的状况啊，那形容啊孩子小呢，懵懂，不甚明白啊，在这个时期呀、啊，给他很好的教育啊，非常重要啊，因为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啊，就很重要了。你错过了这个教育的时机呀、啊，要再把它导正啊！我们前面讲的“狗不叫，性乃迁”呢，就很辛苦了啊！时过然后学呀、啊，勤苦而难成啊！这个勤苦而难成呢，不只是说他的学问方面呢啊，成年之后再来学啊。辛苦啊，记不住啊，这是学问。我们看小孩15岁以前背的东西、啊、一辈子都不会忘，抓住了他记忆的黄金时段，这叫及时法，当其可之谓时。
他这个机会教育点又掌握住了。时过然后学，他记忆力的黄金时段错过了，才学啊，那勤苦而难成，比较辛苦。学问如此啊，道德亦如此啊。他从小扎德行的根，他没什么染污啊，他扎下去了，三岁看八十啊。可是假如三岁以前这一千天没有掌握住了，染上习气了，就像我们成年以后才学圣教，要改一个习气啊，有时候真的感觉要命啊，像扒一层皮啊。所以这个为什么说蒙以养正圣功也，趁孩童那么年幼，把他的正知正见，把他的品德建立好，这是多么殊胜的功德事啊。所以师长老人家说啊，重视胎教可以出圣人，重视三岁以前的教育可以出贤人，成人以后才学啊，能学到君子不错了。所以老人家讲这一段话，我们再看《易经》这一句，蒙以养正圣功也，非常有味道啊。那当然可能说到这里可能有同学都是年纪比较大了才开始学的所以有开始就不会太晚，也不要有遗憾有遗憾是烦恼那转烦恼为菩提我们要把这个遗憾呢转成一种愿力把我人生的遗憾转成愿力呢，就是呢，去护念所有跟我们有缘的后进呢。看到亲戚朋友刚好有怀孕的，你就要赶快提醒他，哎呀，这个时候胎教重要，把三胎的故事告诉他，说不定呢就让他胎中的孩子可以享受到胎教跟三岁以前的教育了。所以人生走过的路都不会白走。遗憾可以转成愿力。苦难也可以转成愿力。所以有佛法就有办法。有佛法就能转。师长老人家从小经历战乱，那战乱是世间人看起来是非常苦难的，可是因为经历了战乱，老人家才有悲天悯人的胸怀呀。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句啊，就会明白教育这些重点然后呢我们往后自己为人长辈为人老师就要更尽力护念好民族的这些幼苗。所以接下来讲到的需讲究需要呢讲是讲解，究是深究，追根究底这是谈到一个做学问的态度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啊，不能打迷糊仗，不能稀里糊涂的，啊，不能不求甚解，啊，这是一个做学问的态度，啊，详训诂，详细解说啊。这个训诂呢，是指了解字的意思。哦，比方同一个字，它在不同的地方啊，可能意思不一样啊。啊，都要给学生呢详细讲解啊，不然会领悟错误啊。啊，吕旭自己。以前在读书就有这种感受啊，哎，怎么同一个字在这里是这个意思，在那里是那个意思，有时候都把它错解了。哦，像现在有形音义大字典，哎，它可能一个字，哎，在左传是什么意思啊，在论语是什么意思，他都把它列出来，哇，那就比较全面去了解啊，甚至一个字有不同念法，然后呢念法念音不同啊，表的意思也不同啊，都要详细了解啊，详训诂啊，比方这个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字这啊，穿着啊，拿着，这个状况也不一样，拿跟穿不一样，都是用这个这。哎，还有另外一个读法着啊，着，哎，好几种念法，要着火了你就不能念者，哦，而且是着火，意思又不一样了。哦，再来啊，名句逗，因为字字连缀成一个完整的意思啊，称为句。哦，那也是啊，他的文辞语气啊已经结束了啊，他表达完整了啊，语气结束了，这是句。逗呢，就文辞太长啊，略为停顿啊，这个是逗啊，我们说逗号。那因为以前的书啊，它没有句逗啊，那都要你读的时候啊，要把句逗啊标出来啊。那假如不明白句逗啊，没有学会句逗啊，有时候句逗弄错了，可能整句话的义理啊都了解错误了啊。哦，所以能会分句逗啊，对于一篇文章啊，才能呢，啊，略知它的大概啊，才能呢不把这个句子跟文章呢意思错会了。哦，那刚好呢有个笑话讲到了。啊，有一个客人啊，在主人家住了好多天呢啊，因为也下着雨，结果这主人呢觉得想请客人走了，实在太多天了啊，那他就写了啊底下的这个句子。
哦，这一句讲的主人的意思啊，啊是下雨，天留客，啊，下雨，天留客。啊，天留，我不留。啊，所以意思是提醒那个客人呢，赶紧走了。啊，但是因为这个写的时候没有逗号啊，所以这个客人呢，他就理解成下雨天，留客天，啊，留我否？留，哦，所以他还继续住了，哦，所以这是这个句逗不同啊，整个意思就很不一样了。好。我们看底下的京剧啊，为学者必有初，小学中自是书。我们追求道德学问，要重视学习的次第啊，在《礼记学记》当中讲，学不劣等也，学习劣等啊，基础不稳，学习劣等啊，会急于求成啊，这样学习啊，很难成就啊。不止呢，儒家强调这一点啊，佛家啊，本师啊都有讲到啊，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啊。你要学大乘佛法，没有小乘做人的基础，这样是很难学成就的。哦，就像韦提希夫人，她家庭发生很大的变故，她祈求佛陀啊，能不能告诉她啊，在这个宇宙间还有没有更好的国土啊？啊，她愿意求生呢，去修学，她觉得这个世间太痛苦了啊。那她也很有智慧。啊，佛陀让他看了许多的佛国度啊，哎，他最后还是选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佛首先告诉他啊，敬业三福，所以他要圆满功德往生西方，都要从这个三福修学开始，要有这个基础，而这三福里面的第一福就是基础中的基础了。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要从孝敬、慈心，还有修十善扎根。啊，这个都是告诉我们，学习呀，不能劣等。
增广贤文当中也讲到，训子须从胎教始，端蒙必至小学初，要从小学开始学起。而我们看到小学两个字，那得要了解了，这两个字代表什么意思呢？一般呢，古代啊，八岁入小学，15岁啊才入大学。那这个小学这两个字是指学校。他从家庭呢到学校读书。等考试成绩好了再入国家的大学。那个都要参加考试的。而在《养正遗规》啊，陈洪谋先生序文里面有说到，童蒙小时候记性好，理解力还没有上来，所以当读之书啊，一定在15岁之前让他完全背诵。所以假如说这个小学是指学校啊，那小学中就小学毕业了再来学四书啊，那这个说法就说不通了。所以这个小学啊，因为三字经也是南宋末年这王应龄先生编的，应该这个小学是指朱熹夫子和他的学生刘清之合编的一本书。而这一本书是从《礼记》还有《史部》里面呢的一些历史故事合编起来的，所以教导同盟日常行为的规范，跟一些历史典故。这本书在宋朝还有元明清影响非常大，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典故。而且在清朝的时候甚至国家明文规定童生考试必须考小学，这个就是指朱熹夫子编的这本小学。而小学主要教什么呢？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整个教同盟日常生活行为的规范。曾经有人向朱熹夫子请教学习该怎么学，这是成人问的问题。朱夫子回答呢，从小学学起，就是从小学这一本书学起。朱夫子强调因为学小学才懂得做人。小学教我们如何做人。而朱夫子他的原话说，这是个做人的样子。其实就是把做人德行的基础要先建立好。小学中才能自是书。
啊，谈到这里呢，我们就想到林则徐先生他的十无义啊，其实这十无义也对我们的人生启示非常大，因为他谈的都是根本。假如我们对这十无义没有领会，我们的人生再怎么努力，都是啊舍本逐末，本末倒置的人生。所以林则徐这个对人生的总结啊，很值得我们用心去体会。我相信呢，这也是他一生智慧的总结，历练的总结啊。所以圣哲人都是毫无保留啊，把他人生的体悟啊和盘托出啊。我们肯领纳，甚至去落实啊，人生会少走很多弯路啊。像他十无义一开始就讲了，存心不善呢，风水无益啊。我们看现在人花多少精力跟金钱都在研究风水，看风水，其实真正的福田从哪里？心根呢？啊，六祖大师说的，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这句话真看懂了，就不会把时间金钱呢耗在这些枝末打转了。不孝父母奉神无益啊。那所有的神明不是教我们从孝道做起啊，只是去烧香烧很多炷香就想求神明保佑，这不颠倒，甚至亵渎神灵了啊。所以不孝父母啊，奉神无益啊。啊，福田要靠心根啊，最大的福田就是恩田，就是父母恩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连手足之情都不懂得珍惜，不懂得感恩付出，还能跟人真心交朋友吗？哦，哎，这些都是做人的根本啊，包含读书啊。林则徐先生说：“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呀。”这个行止不端正，就代表他规矩德行的根没有扎好，很多书都背起来也是轻浮啊，也是傲慢，成不了大器啊。哦，所以这里讲小学中自是书，就代表做人的根基要先扎牢。所以林则徐先生也是这样提醒啊。其实各个朝代的圣哲人谈的做人做事啊，这些理都是相应的啊，而且是不厌其烦提醒我们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啊。啊，就我们刚刚已经举了孔子的话，有周公之才之美啊，始教且令，其余不足观也已了。你再怎么博学，你哪怕是双博士啊，甚至拿三个博士没用啊，啊，跟人合不来，成不了事的。好。所以把小学学好了啊，再来学四书。那大家可
不要呢，看了《三字经》这一句啊，赶快去找朱子的小学。啊，其实那个是宋朝编的书，啊，是那个时候的礼，那个时候的规矩。而离我们最近的，啊，清朝李毓秀夫子编的《弟子规》，啊，李炳南老师编的《常理举要》，就包含了，啊，包含小学里面的一些历史典故啊，啊，龙文编引啊，讲的还更多，啊，所以。啊，我们就可以啊，以《弟子规》《常理举要》啊，《龙文编引》啊这些教材来代替小学。啊，而且小学它是汇集的，啊，不容易寄送。啊，反而啊，我们《圣学根之根》啊这些啊，《弟子规》啊，《太上感应篇》呐，《龙文编引》啊，这些都容易。寄送很多都是有韵文的，啊，小孩子啊，我们或者我们大人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住。啊，我们虽然成人呢，啊，只要肯下功夫啊，啊，尤其啊，多读诵，因为我们这个娑婆界的人啊，耳根最利。常常听啊，就容易记起来。像张友恒教授，他60岁才开始学易经。啊，那这一次他到我们汉学院负责呢佛学组《无量寿经》的教学。啊，他。也教了20年左右了，啊，下了功夫也很深，啊，我们佛学组的同学学的法喜充满了，而张教授也是60岁才开始学易经，他说一开始看呢，真的是像看天书一样都看不懂，但是因为是师长交代。他来讲群书之要，群书之要开篇就是易经了，啊，所以他们已经完成孝经、老子、庄子，啊，还有易经的教学，也编成书啊，啊，讲解清楚了，还有一些实际怎么去落实。啊，落实出来的一些案例都有，啊，这个非常可贵，啊，那个精神，啊，好学的精神，啊，父母呼应勿缓，师长呼应勿缓的精神，我们也要向张教授学习。好，那小学中啊。字四书，四书啊是朱夫子编的，而在汉朝时候啊，其实就有人把《大学》《中庸》从《礼记》当中啊摘出来，单行流通。好，那唐朝的时候啊，韩愈。夫子啊，对这个《大学》《中庸》啊，也非常推崇。啊，后来在北宋宋仁宗天圣年间，啊。大学中庸都有单行本，啊，到了南宋呢，朱夫子才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啊，合编成四书，
四书啊，可以称为中华文化的总源泉。等于是我们读书人，假如不懂四书啊，那就不能成为中国的读书人。要在这个基本上啊下功夫。好，那李旭呢再补充一下呢。好，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朱夫子的小学啊，你好好学就是个做人的样子。哎，那假如不这么做了，就不是个人样了。主要教的呢，洒扫应对进退。其实我们一开始先学这一些啊，就懂得学问啊，都是要拿来做的啊，要知行合一的啊，洒扫啊，看起来好像很平常的事情啊，但是你洒，你假如洒的那个水洒的啊，没有技巧。你撒的湿了一地啊，那不好扫了。你要撒呢，那个水珠啊是非常小的。那撒的好了，你就好扫。都是有很重要的这些做事的能力。甚至于在做这个事当中要善于去体会。怎么把事越做越好啊？你撒得好才好扫啊！那怎么扫？这个土才不会飞扬起来啊？怎么扫能干净又有效率啊？那现在很多学生呢，连扫把都不会拿了。那连扫把不会拿，他说很会做事哎，不容易了。但生活上的锻炼不可少，做事的锻炼，应对，我们常说应对得体呀、这个是指言语啊，应对进退啊，不能浮躁。你应对话很多了，显得浮躁；话很少了，讲不清楚，甚至于不会应对，这样都不妥当。所以这个应对也是指言语的锻炼。所以言语马虎不得啊，而且啊要简要详明，所以这个言谈呢、都要在生活当中呢、不断提醒，而且要常常锻炼。我们现在看，现在人不会讲话，现在接待客人都不懂，好像变成只会考试了。死读书了，变书呆子，这不行的。不会做人做事了，我们怎么去利益家庭、利益社会呢？所以孔子在言语的一个教学上是非常重视的。好，我们待会谈到《论语》。可以再举一些例子。再来进退啊。你跟人的进退啊，像待客之道。或者在路上见到长辈，这个都要知进退。进必趋，退必迟。
这个才能不轻浮啊，不莽撞啊。好，而且这个进退啊，它也是灵活的啊，要因人、因时、因地都有差异啊，都要懂得体会，懂得怎么反应。好，所以小孩从小这些锻炼呢，不可少啊。啊，我们也听啊，师长老人家有提到啊，李炳仁老师他说，小的时候啊，啊，常常长辈带出门去啊，都是在很多场合当中锻炼应对进退啊，啊，做的不妥当呢，有时候就是大人处罚了，让他长记性了，啊，都要锻炼的。那现在我们可能成年都不会啊，啊，假如有长辈愿意提醒我们，啊，愿意教导我们呢，我们得要好好珍惜，啊，所以师长说，当时候在台中联社学习呀，啊，啊，算是李炳仁老师的长随众了，啊，要随时一举一动啊，他们都懂得观察。啊，懂得去学习，啊，那老师也会主动，啊，在一些人情事理当中啊，提醒他们，啊，怕他们体会不到，啊，主动提出来，啊，让他们长见识。好，啊，我们。这一句啊，小学中啊，接着就自四书啊，那四书呢也是朱夫子选出来啊，那之后在科举考试啊，非常重视四书啊，那读书人呢也都觉得啊。要成就道德学问呢，一定要在四书当中下功夫。下一句经句呢，啊，《论语》者，20篇，群弟子，记善言。啊，《论语》呢，啊，有20篇。是他是夫子啊，他的学生呢、啊、把他记下来啊、哦、有关夫子啊所有好的言行啊、哦、也等于是啊他智慧的结晶，而这些善言呢，包含夫子跟学生的对答，还有跟当时候的人的一些对答。这20篇包含啊，谈论道德学问啊，尤其谈论人啊，这个仁爱大道啊，嗯，谈了不少。哦，还有。怎么办政治啊？啊，其实就像师长说的啊，不离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所以有关这些的谈论呢、啊，把它记录下来啊，而每一篇每一章可以啊，成为我们言行的。准绳标准啊，你比方开篇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啊，那这个孝悌就是我们言行的标准了。啊，那曾子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那这也是我们的标准了。为人谋而不忠乎？与人交而不信乎？这叫忠信的标准了。传事不习乎？那就是我们当学生也有标准了，也要尽的本分呢。而且这些标准呢，不论古今，啊，放诸四海啊，皆准。啊，所以一定要好好学《论语》啊。啊，不止我们中国人要当标准呢，现在外国人，啊，在联合国。都是以夫子这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做人放诸四海皆准的标准。好，好，那夫子这本《论语》啊，是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啊，把它编辑。成就的，像我们刚刚谈到啊，洒扫应对进退，这个应对就是言语啊，言语就不能巧言令色啊。这就跟人违背了，包含我们跟父母言谈的进退啊，所以儒家没有愚孝啊，《弟子规》说的“亲有过，见使根；怡无色，柔无声”呢，《论语》当中讲的“事父母，积谏”。见字不从，又敬不为，劳而不怨。这个积就是指发现父母啊有不是很妥当的行为，就刚开始出现了啊，就要懂得劝父母啊，而看父母不是很接受，又敬不违，我们还是依然很恭敬，不违逆他。那劳而不怨，那个劳就是再找机会提醒劝谏，叫谏悦父谏啊，就趁他高兴的时候再劝。啊，他的心情好，场合又对的时候再劝。啊，那毫无怨言，一心希望父母好。那这个就是跟父母言语的进退啊。啊，那《孝经》里面也是强调，啊，父有曾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啊。故当不义而正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呢？哦，所以这个孝不是啊，说是愚孝的，不，没有这样的，因为孝终极目标也是要成就父母啊，啊，养父母之惠啊。那一定要护念父母的法身慧命啊！好，那包含《论语》又有讲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仁；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语。”啊，失言了。
你可以跟他讲，你不跟他讲，对不起他。不可以跟他讲，你急着跟他讲，你讲错话了。这个都属于应对，言语应对的标准。因为《论语》的教诲很多啊，我们以后的在汉学院求学过程有专门的《论语》的课程这个我们《三字经》的部分呢就不继续深入了那我想以《论语》第一篇第一章对我们现在学习很重要学而时习之代表学还要习就是解形相应知行合一而且那个时习的时要时时保持不能中断这样才能精进呢、不然提升不上去。今天学明天又怠惰进进退退甚至是进多退少成就不了道德学问。所以第一句就给我们总指导。只要肯学都可以成圣贤但是一定要学要习要解行相应。我们现在所有学习不能提升有瓶颈都出在于解行不相应解是看破行是放下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又帮助看破解帮助行行帮助解就像车的两个轮子运转得非常顺畅所以有解无形长浮华有形无解任己见昧理真都不妥当所以我们假如修学没有法喜什么越学越苦闷烦恼问题铁定出在这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也告诉我们在这一条修行的路弘法的路善有为依依众好众非常重要要珍惜彼此的法缘我们在实修班里面讲的一群人一条心一辈子一件事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师长老人家说的谁发这个心他护持他大家发这个心一起来承传文化一辈子在一起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我们走这条路不随波逐流那可能亲戚朋友不一定能理解我们但我们不会难过我们还坚定自己的志向这个是君子风范当中一定要修学的一定要下的功夫不要去希求别人认同你理解你只要是正确对的没有任何人认同我们也义无反顾的去做甚至于是
你对人家很好，人家不理解，啊，甚至还诽谤你，你也不难过，你还是依然不忘初心对他好，这才是君子之风。啊，所以这个三句啊，对我们求学，对我们做人，都是很重要的提醒。而这个《论语》啊，我们很熟悉的啊，宋朝的赵普啊，他跟宋太宗讲啊，他以半部《论语》啊，帮太祖得天下啊，之后再以半部的《论语》啊，帮太宗啊治太平。就是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哎，确实啊，他做到了，留下了这一句啊，半部《论语》治天下。事实上呢，随着我们对《论语》的深入，所有社会的乱象，很可能一句《论语》就把它讲透了，甚至一句《孟子》就把它讲透了。所以圣人的智慧啊，太高了。我们看孔子讲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不就把问题讲透了吗？所有的问题看起来复杂，都是人心的问题，而我们把人心都引导成利害、利欲，才会有种种的乱象啊！我们应该教他义啊，教他道义啊。只要有道义了，家庭的问题、社会诚信问题，还会存在吗？所以我们得赶快听老人言呢，我们幸福才能在眼前。所以《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接着，《孟子》者七篇子。讲道德，说仁义。孟子一篇呢，孟子一书有七篇。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李娄、万章、告子，最后是尽心篇，七篇。都是讲道德，说仁义。这个道是道路啊，德啊，道就是指我们的本性啊，也可以指五伦大道啊，这五伦也是我们的天性啊，所以随顺道，不逾越的去做人呢，就有德啊！依正道去做人，有德于心啊。他依为父之道，有德于心呢，他是慈啊。他依为子之道，有德于心，是孝啊。他为君之道，有德于心，是仁呢。所以讲道德啊，说仁义啊，这个仁义啊，我们前面讲的比较多啊，仁者爱人，
义者循理啊，合情合理合法做人啊，这个义啊，也是我们儒家读书人呢、做人的标准啊，要有情义、恩义、道义、忠义啊，不能偏离义了。啊，孟子是亚圣的，啊，是孔子之道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之后呢传孟子，而孟子开篇就把这个世界，那时候的世界，甚至是现在世界问题，也是一句话就讲透了。啊，因为开篇啊，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就说了：“哎呀，长者啊，你到我的国家来啊，是不是要利益我的国家呢？”哦，那孟子就顺着这个话呢，把治国最重要的仁义啊的道理开出来了。王何必曰利呢？亦有仁义而已矣啊！假如你都是谈利，那万圣之国都谈利，那可能他底下千圣之家就谋反了。那他千圣之国都一直谈利，那他底下的臣子、百姓、好百圣之家的，会不会谋反呢？哎，所以孟子总结啊，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啊，这国家就危险。我们现在是体会啊，上下交争利而家危矣啊，家都危险了、现在父子兄弟啊，为了钱上法院的很多啊。所以孟子说：“何必曰利啊？亦有仁义而已矣啊！治国为什么不用仁义呢？”只要有仁义的，未有仁而疑其亲者也。讲仁呢，天底下没有人会遗弃他的父母啊！每一个人都有义的，不可能不处处啊想到他的国君的。一定把国君把国家摆在前面呢，为国去尽忠啊，所以实在讲，当时候战国时代，只要真正重视仁义啊，社会国家一定会强盛起来啊。但是我们佛门讲的啊，众生有共业啊。当时候就没有明白的国君呢，懂得用孟子的这些教诲来治国，懂得用孟子来治理国家，那这个缘不济足啊，读书人也不可能强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天下兼善天下，袁成熟的才行。所以孟子也是走了很多国家啊，因缘没成熟，也是回到周国，跟夫子一样教授门徒。
而我们看到呢，孟子当中啊有很多教诲啊，我们来对照这个时代啊，感触就会很深了。像孟子当中讲的，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敬于禽兽。故圣人有忧之。哎，我们看现在物质社会，物质享受那么好，可是人的行为啊，真的是跟禽兽一些行为差不多了，不知廉耻了，甚至于畜生都做不出来的事啊，哎，人做了。所谓虎毒不食子啊，但现在人为了利欲啊，堕胎的非常多啊。所以孟子这段话，我们现在对照看看，确实如此。所以教育重要啊，所以圣人有忧之啊。所以赶快让当时候的教育部长来教伦常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包含孟子也是期许我们每个人要有志气。人之有志啊，如树之有根呢。孟子讲：“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不能自暴自弃。孟子又提醒了：“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发，而后人发之。”问题在这里，不在别人。这对我们的人生很有帮助。孟子又讲：“爱人不亲，反其人；治人不治，反其治；礼人不达，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的包含我们在团体里面常常会抱怨你当一个领导者或当一个老师，当一个为人父母者现在也都会有苦水但是孟子告诉我们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父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一切是感应啊。下属怎么对你，主要是你怎么对待他。所以君人臣就忠所以多读孟子我们就是一个不怨天不尤人的人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是一个养正气的人，甚至是一个会做事的人也包含孟子讲的涂善不足以为政，土法不能以自省。你空有一个善心，不一定能把政治办好。你空有一个好的制度，你没有真正有仁爱心、有责任心的人去办，也办不好所以又要用对的人，又要把制度建设好。这样这个企业这个单位就能治理好
好，所以是讲道德啊，说仁义。啊，接着做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抑。啊，中庸啊，有33章。啊，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啊，这个笔呢，就是他写的。啊，应该是怕呢，孔子所教的这个心法都在中庸当中啊，不能让它断掉了啊，把它写下来啊。中庸是中不偏，庸不抑啊，不偏就是不偏不倚啊。庸是指平常，常道，义是改变，所以中庸之道就是指不偏不倚，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常行的大道，而且是应该一直遵循的大道，不能改变啊，所以时时都要守中庸中道，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哎，我们人生呢，可能往往都在过与不及当中啊。摇摆，甚至烦恼啊，比方说教育孩子啊，太紧张了，太严格了啊，这个是过了。有时候一调整呢，又太放松了啊，太放纵了。啊，这常常是过于不及啊！啊，所以东方持国天王拿琵琶很有道理，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但是，假如我们只在呢事情上、行为上说，哎呀，那这个中到底要怎么掌握啊？这个中也不是中间的中呢。是适中啊，不过不会不及，其实就是用真心呢、啊，就是《大学》里面讲“如宝赤子，心诚求之”，真心全心全意去做，哪怕做了遇到不如意，遇到不被理解，我们那个心不会变。不会变才叫真心了啊！假如我们今天为孩子好，为他人好，做做做，他不领情，我们就生气，不愿意做了，那是我们变心了。所以别人变不变心不是最重要，我们自己首先要做一个不变心的人。真的不变心的，做一个不变心的人了。那就是用真心了，用慈悲心了，啊，用一个念念成就人的心呢，往往你在处理事情当中啊，都会有灵感的，那个就你的真心一起用啊，哎，想出来做出来的都比较跟中庸相应，所以
古人留了一句话说，事有百折不挠之真心啊，你遇到任何的挑战境界，你不忘初心啊，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那个妙用从哪里来？他真心里面自然能生出的善巧方便。好，所以中庸开篇就讲天命之谓信，这一句就让我们体会啊，我们都有性德，都有佛性啊。率性之谓道，所以我们随顺性德啊，就是道啊。一个人随顺性德，他就是觉悟了。修道之谓教。我们不可能一步就契入明心见性了。得要接受教化。接受善知识教化，而且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也要自我教育了。那他修行的过程是要下很多苦心的。修道之谓教啊。那道也者，不可须离也。可离非道也。所以这一句就指导我们了。中庸之道，不可须臾离也。也就是人的真心啊，不可须臾离也。菩提心啊，不可须臾离也。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这是行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提醒我们。菩提心一没有啊，就不是功德了，这是福报了。福报积得再多，菩提心呢，自己的真心没有提升上来，下一辈子一福报现前一享福就堕落了。佛门叫三世愿，第一次修福，第二次享福，第三次就堕落了。所以我们读中庸啊，这个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对我们很有指导。所以真心不能失掉，正念不能失掉。所以夏莲居老居士他是个修行过来人。他说宁肯碎骨粉身呢，终不忘失正念。这个真的是指导我们，道不可须臾离也。好，再来做大学呀、乃真子，自修齐呀、自平治。这个修齐治平的顺序，这里呢是自修齐啊，自平治主要呢是让我们念的不会拗口所以大学是大人之学是什么是大人用佛家讲菩萨道，发菩萨发愿呢，行菩萨道的人儒家讲的就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名
事实何其序，与鬼神何其吉凶，就是愿意造福苍生的人，这大人。而他要透过啊办政治来利益人民啊，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他成就自己啊，在亲民啊，去爱护护念人民众生啊，然后自己跟众生呢都恢复明德，这叫止于至善。好，那大学有十章，而大学当中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前面格物致知，诚意正性呢，这是属于自己啊内学。这是属于明明德的部分。接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属于亲民。前面是自觉，格物致知，诚意正性，后面是觉他，修齐治平。这个八目啊，这个次第也不能乱了。我们没有革除物欲啊，通通被习气障碍住了，没有智慧，都不理智的，所以格物叫烦恼轻啊，自知叫智慧长，烦恼轻了，觉照力高了，时时能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调伏自己的妄念啊，那让正念都能保持分明了，就意诚了，你真心现前了，意诚心正了啊，所以意诚是真心的本体，心正呢是自受用他受用，心正对自己清净平等觉，对他人呢就慈悲哦，所以就能进一步啊亲人，进一步啊修齐治平哦，但这个不可以劣等哦啊，那不能哎身没有修，家没有齐啊，就要去利益大众，这是做不到的，这也是不老实啊，不能略等，齐家不能教，而能教人者无知，好，不可能的。好，所以做大学啊，乃曾子，曾子把这个修齐治平的道理啊，给我们宣讲的很清楚。好，而曾子啊，他本质也是不算是立根。论语当中说生也鲁啊，是比较鲁钝，但是呢他勤能补拙啊，最后也是传孔子之道啊，这个榜样啊也是鼓舞我们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勤能补拙啊，若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好，那今天呢，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